桃园市在今年的春节期间是吸引了有217万名的游客走访了各大景点。那么其中光是高铁桃园站周边的青埔地区呢，就吸引了有80多万人。不过反观这中壢区其他地区，一直都缺少观光亮点。市议员刘增玉春在总质询的时候就呼吁，要找出特色来发展中壢观光。桃园市议员刘增玉春在总质询关心中壢区的观光发展，他表示今年春节假期青埔地区吸引80多万人观光，因为有观光亮点就能吸引人潮。反观中壢似乎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景点，建议老街西可以比照基隆镇滨渔港彩绘。这老街西的建制都做得非常好，也很干净哦。那么我们旁边上面就是我们的中壢的老街西哈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它能够比照基隆的镇滨渔港，老街西呢刚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场所哦。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这里，我觉得我们回去，我们请我们几个像管理局哈，还有这个水务局，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。刘增玉春指出，中壢交通方便，但是不少人觉得中壢没有地方好玩，建议丽景町、丽小故事森林等城市故事馆推动和服体验活动，吸引观光人潮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做？就是，我们到了这个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这个拍照区哦？那个穿一些和服啦。来这个刚好这个也是一个日式建筑啦，刚好非常应景哦。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会有很多人会想到这里来，这样子对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进步、观光业的改善，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哦。文化局表示，去年疫情影响，丽景町旧有的经营团队撤出，目前正在征求新的团队进驻。未来城市故事馆将会做更完善的游程规划。